Hello。说到英国最有名的景点，应该就是这个巨石阵，同时也是常年位于世界十大最坑景点这个榜单当中。那巨石阵它是在一个叫 Salisbury 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平原上，那从巴斯坐火车过去大概是20分钟，那从其他地方去可能稍微远一些，所以来巴斯玩的话，如果有多余的一天，可以像我这样去给智商上上税。超级冷，大家来的时候一定要多穿啊，穿4件以上，因为这里风又大，然后又很空旷，就超级超级冷，我的妈呀，哦。Show you what it feels like. Now I'm on the outside.
防阳设计啊，防阳设计的门防住了我们人啊，根本打不开，嘿嘿嘿，咋办呀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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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